赣南脐橙，姐妹们不要你19.9块了啊，13.9块到时候给咱们发4.5到5斤，给咱们发的全都是这种大果啊，不是中果，不是小果，都是这种贼大的大果。你看它跟我的拳头比，这个果真的不小了，姐妹们啊，它这种是日照很充足的，然后现在的果呢就是特别甜。你像前段时间买呢，它还会酸一点，现在买呢就是那种9.5分甜，0.5分酸的口感，而且它的汁水真的特别的充足，又甜，水分又大，而且满满的维 C 呀，这个简直是太合适了。这个真的一口爆汁啊，你看它里面这个汁水啊，我就不用力挤了，这个真的老好了，咱们可以囤起来留着过年吃。而且它这个皮儿特别特别的好剥，轻轻一剥就下来了，是那种很软的。行走的榨汁机，这个真的太好了，而且这个果真的老大个了，真的贼大。咱线下买这种大果的话，起码要你5块6块1斤呢，姐妹们。你看这皮儿，轻轻一剥就下来了，特别的好剥。你就小孩子自己吃，他就这么一剥就行了。哦，这个真的老甜了。